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下载全新飞碟 APP，接收地球大小事、哦、好，来。 蒋清福，你好。诶，其实人家把那个订阅的时间拉长啊，其实有利有弊的哈。他如果把订阅时间说订阅，比如说订阅一个礼拜之后、七天之后、十天之后才能留言哦，那也可以过滤掉一些这个路过的这个这个各方的这个哈圈圈叉叉。拳拳擦擦呵呵 有好有坏了哎。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会《会闻看社会》说是这个《非典晚餐》，因为这个都是大家共用的 YT 的这个后台，啊，所以这个我比较哎，这个不方便去设定啊，这点要特别跟大家做说明。嘿。 柏拉图，你好！林纳西你好。周秋莲郑婷姐，你好，你好！李小凯宋世文，马大哈，哎，今天赶上了，赶不上可以补课，哎，补课，哎，沈快快，你好，哎，周刘淑琴，你好，林培元，二零四六，哎。 因为其实你说订阅到五个月是有点离谱、啊，五个月呵呵，这历史歌实在太强了。五个月，哎，呃，C H Gary 你好，陈春你好，诶。好，肖乃荣谢谢，嘿，好，张佩芳，全身痛。 我中还还有止痛药的功能哈、啊。张 <laughs> 飞芳，你要加油！哎，这个面对这个这个各种的这个要要要加油！哎，此刻你是来耍宝？二零二四跟韩国语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耍什么宝？你以为我订阅没有开时间限制，你就可以耍宝？ 来来来，各位朋友们，我们,我们按赞按起来，我们来帮那个张配方加油，嘿，要对抗这个嘿各种的这个病痛，嘿比较辛苦，嘿，来大家按赞按起来，嘿，你在我这边耍宝是没有意义的啦，嘿，我我就我本人就很难相处的，你你过来我跟我耍宝，来按赞按起来，嘿。这这 谈到二零二四，韩国一加油。你你以为你很幽默啊？你实在很无知啊！你，他都跑去做公益的，还什么二零二四他加油？你不必了你，你。啊，耍宝的，请前面右转，好不好？我们没有没有心情跟你耍宝，哎，国家都快倒了，跟你耍宝，哎，没必要，哎。 林玉山，哎，谢谢，嘿，好。张佩芳，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嘿，这个遇到的就是要去面对跟处理，好不好？ 好、啊，谢谢 Michael 杨汪奶奶，谢谢你。哎<嘿>，莫里城，哎，嗯、对我们帮张佩芳加油暗赞，哎，啊那种路过耍宝的就就大可不必了好不好？哎。 叠晚餐，陈辉文时间。叠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央民国一百一十年八月十五日是礼拜一，这个新闻都谈不完了、哦、哈所以这个对一些路过比较来惹事的朋友啊，我就直接就忽忽视了、啊、哈，忽视不管了哈。 呃，之前跟大家提到这个日本的民调啊，关于安倍的国葬哈、啊，当时赞成的是四十五，反对是五十三啊。那这是上个月的民调哈、啊，这个四十五比五十三哈。那最近的民调，另外一个民调做的这个，你赞不赞成日本政府？就问日本人啊，赞不赞成帮安倍办国葬哈？赞、啊、成的是三十趴，反对的这是四十七呀。啊，这个。 又又更那个了哈，这个好，我们静观其变的哈，因为这个日本这个我们也只只能只能带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这个比较硬的哈，这个当然我也我也不觉得应该去谈什么呵呵选选战什么，那个我不是不会谈呐、啊，哎，那个那个对我来讲这个信手拈来，我跟他谈这个比较。 大家不要忽略的事情哈，在我画面的右手边呢、啊、是这个舒淇啊，舒淇教授啊，那他之前在友台上这个希望说这个这个台湾人应该醒了啊。那在画面的左手边呢、啊、是这个帅化民帅将军呢、啊，他当时在 T V B S 说啊，这个我们台湾时间不多了啊，这个两位这个国之重臣啊，呃，这个。 非常忧心我们国家的状况啊！那这个帅化名是退役的中将啊，那这个苏启是以前马总统时代的国安会的前秘书长啊。那两位都这么的感叹啊，对我们国家的情势这么的忧心哈、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呃礼盲跟滥情的社会啊，呃。 所以会会会停滞哈，会内耗，会空转呐、啊，呃，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啊，我我们看台北就是一个一个光是一个内湖的塞车，三个主要的政党就可以吵成这样子的，就第一、第二、第三大的政党就可以吵，基本上这这没事，这公共政策的讨论其实很难啊，但是。 我现在谈这个更难啊，更难哈、哦。这个是呃，苏启的弟弟哈，他的胞弟啊，呃，前大法官哈，也是我们司法院的前副院长苏永清哈、哦。那苏永清教授是我们宪法的这个权威啊、哦。那他在联合报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哈，就回归宪法吧哈、哦。这个由由宪法权威来写这个东西，我都觉得。 光是这个标题啊，但我会跟大家这个讲一下它的内文啊。虽然有些部分我是看不太懂，就是、说我们的宪法权威呼吁蔡总统回归宪法，这基本上这是一个一个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经常讲说大法官是这个宪法的守护神啊，那是之前啊啊，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大法官都是。 绝大部分都是蔡总统提名的哈，那大法官的这个我们大法官的素质是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哈，一届不如一届，非常的糟糕哈。那除了大法官是宪法的守守护神，最应该去捍卫宪法的人是谁？因为大法官他可以解释宪法，好，所以大法官这个很重要哈。那撇开大法官。 最应该去保护宪法、捍卫宪法的，当然是总统。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好，因为宪法是国家的这个根本大法啊，一切的国家的制度啊、种种规章、法律等等，都是在宪法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比宪法还大啊。所以，我我看到苏永清教授写这篇，我都觉得说。 呃，先有七七的啊，因为他是这个马英九总统台大的同学啊，他们在台大法律系是同学。那后来苏永清教授他就留德啊，他在德国拿到的博士啊。我我们台湾念法律的留德的非常多啊，那留美的相对还就没有那么多啊。去去美国念法律的其实不多，你去德国念的比较多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各大学的教授哈，我去德国念念法律的，蛮多的哈。那现在的司法院的这个院长啊，许仲力院长，他也是留德的哈。那这个前大法官苏永清，因为他他当当时是马英九的这个呃司法院的副院长啊，兼大法官嘛哈。那在蔡总统上任之后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叉叉、啊。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司法院正副院长的位置哈。那那时候的院长是赖浩明，那其实赖浩明就就我个人的观察，赖浩明是比较偏绿的，很抱歉了、啊、哈，因为我用蓝绿来来看的话，我认为赖浩明是比较偏绿的了哈。Anyway，那苏永清是比较偏蓝的哈，这个我承认啊。那后来这两位啊，就司法院的正副院长就在马蔡交接之后。 他们就请辞，他们就不做了。好，虽然他们是有任期保障的，因为大法官是有任期的。好，司法院正副院长这个是有保障，那他们啊，拜拜。那就反正你们既然这么好、哦，民进党的这些徒子徒孙啊，既然对这个司法院的正副院长这么的觊觎哈，那也没有必要啊，他们两个就主动的请辞哈、哦，就提早的退了哈。哦 那我看到苏永清大法官写这个，我是很感慨的，很感慨。我们看哈，苏永清说啊，蔡总统执政之后偏离国家的定位啊，这个以苏永清在我们国内宪法的这个这个权威之一哈、啊，这么这么关键的角色讲这话其实很重啊。蔡总统执政之后怎么会偏离国家的定位呢？ 一个总统他去偏离国家的定位，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就我我我之前呢，我很抱歉啊，这样变成我有点在蹭这个苏永清教授，就说，就我之前就跟他讲说，蔡总统他去，他这个是违宪的。我认为抗中保台是违宪的。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也是违宪的。 所以中华民国台湾，我都认为是违宪，没有什么中华民国台湾、啊、中华民国宪法怎么會有中华民国台湾呢、啊？就没有这种东西啊！就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些都是独派为了去合理化自己的一个，因为他讲不出的所以然嘛，就去硬凹啊。好，所以当苏永清写说蔡总统的执政偏离国家定位，那就是蔡总统的问题啊。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反对，我们作为媒体的人，好，不管你是什么媒体的、啊，不管你，就是说，因为我们媒体是永远的在野党，是天生的在野党，谁执政我们就应该监督谁。这怎么会有人去帮总统加油、帮总统讲话？不管那个总统是蓝的、绿的、马菜，谁都一样。怎么去帮总统讲话？ 我们监督总统都力有未逮的怎么还去帮总统加油？加什么油呢？所以，当蔡总统的执政被苏永清认为是偏离国家定位的时候，这是我们宪政的危机啊好，我们看这个苏教授他写哈，他这个文章啊，这个写的比较呃，我我我必须讲说，这个写的比较难懂啊，因为毕竟这个有点呃。 我我认为是有点难，啊、哦，这个实在是，哎、欸，难哎、欸。那他认为说蔡蔡政府蔡总统的去中国化，好、哦、犯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这个是苏教授的高见。那第一个错误我看不太懂，啊、哦，我我跟我跟各位讲，我是真的看不懂。我来跟大家讲第二跟第三呢，哈、哦，第二跟第三。那第二个呢，这个第一点我是真的看不懂，好、哦，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看不懂。我们我们就讲第二点跟第三点。 苏永清教授他认为说，我们国家的定位跟政体的改革，哈，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要干什么呢？去世界扮演大陆体制的引路者。好、哦，那其实，呃，我认为苏永清教授他他讲的这個、这个部分，他是很，呃，很古典、很传统的一个讲法，这有点像这个之前的这个川普的副总统这个彭斯啊，哈、哦。 同时，他那时候在美国演讲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也跟讲过，他他认为说，呃，台湾 democracy 就是台湾的民主哦，呃，show a better b t t e r place to 什么，就他的意思说，我们扮演一个我们的角色，就台湾的民主让怎么大陆怎么，他就变得有点引路者。这个这个观念怎么就是说，他们比较传统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的民主制度，台湾的民主制度。 中华民国的这个制度呢，是可以去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台湾去改变大陆啊。好、哦，不管是彭斯也好，或者是苏永金也好，他们比较传统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呃引路者哈、哦，大陆体制的引路者哈、哦。这一点呢，呃，我我我我我先别说北京或是十四亿的大陆同胞认不认同，这个我先不谈。 我我自己都不认同啊！好、哦，我我认为我们在台湾实践的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制度或者民主制度什么的，呃，经过这这些年来啊，啊、哦，经过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这这些年来，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对大陆的的那个引导性跟吸引力在哪里啊？啊！ 的的确，我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某些方面是大陆的很多朋友很向往的。好，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说，哎、欸，那我我只要这个就好了。好，那我们可以扮演的，就随着我们的这个政府越来越腐败，哦，越来的越无能啊。我我不认为我们这套制度，譬如说美国好了。 啊，比如说南韩啊，最近热乎乎的南韩，南韩呢，因为南韩实在是有够烂啊，所以呢，南韩的总统啊，这个民调剩二十四趴，他还是签了这个特赦令特赦的谁呢？特赦的三星跟乐天的老板呢？那南韩总统的理由说，因为我要拼经济，所以我就把财团的老板给特赦了。为、欸、特赦在南韩是一个。 就变成一个政治操作了。我对，就我我们单纯就隔海这样看南韩的南韩的政治制度，你你会你会很很向往吗？那不要谈南韩，谈我们自己。就说两岸的这个近合，你说大陆的朋友，不管是他们翻墙或是各种的看我们台湾的这个这个政治也好，看台湾台湾的社会也好，看台湾的媒体也好，这他会。 唉，我我觉得也许一二十年前是有啊，那你说现在要我们扮引路者哈，大可不必。法值就是颜值，法。 我是文慧茹。飞碟 <music> 晚餐，我是陈慧文。我们这段要继续跟大家谈这个苏永钦教授的这个文章哈，他是苏启的弟弟。 跟马英九是同学哈，那苏永清他后来还当过 NCC 的主委，好，那是后来了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苏教授他，他他提到蔡总统啊，他三个三个缺点啊，三个这个错误，好，去中国化的错误哈。那第一点我看不懂，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谈的这个，他认为说我们这个可以去扮演哦，应该去扮演这个大陆体制的引路者哈。 这个我是不认同了。好，我我认为我们的制度对大陆有部分他们可以参考的，那有部分他们应该避免的。譬如说，呃，我讲个小故事，了。哈，讲讲故事，不要讲太硬了，哈。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年底的选举很近了，哈。那各各个党，哈，我我那天我是在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因为我自己没有选过，我自己没有参选过。 然后我就在聊，我说，哎，那个有些看板，比如说这个看板，这个三三角窗的路口看板，本来是呃零圈圈，好，假设这个候选人零圈圈，他挂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几个在聊天，我说，哎，这个这个不是那种零圈圈有没有哈？啊，怎么拿下来你你零,零圈圈，那通过了党内初选啊。啊，那怎么他的那个整个那个拿掉啊？ 然后对旁边就有人讲说啊，你你这是魔算鬼，你们在还要挤呢？那是要租，那个是按月计价，那个算钱的啊。所以他通过党内出选后，他他他就把它拿下来了。那因为现在还没有投票，还有还有三四个月才投，诶、哎，三个多月才投票嘛，十一月二十六嘛。所以为了省钱呢，就先拿下来。嘿、哎，那是可以省了好几个月的租金。等到选前一两个月哈，看看那个。 募款募的怎么样？好啊，如果募的钱够好，然后这个这个位置很很重要哈，这个三桥窗兵家必争之地，那就再把看板挂起来。好啊，如果募的款不够哦，就就要看卡没用啊那了哈。然后就大家在那边闲聊嘛，就一个就就聊天呐哈，就这当然不能讲明，讲明知道跑法院了哈。他说呢，这一个政坛的这个老将跟我讲说。 这个在台北啊，台北市哦，他们估算有一个候选人已经花一亿了，一亿呀，选选个市议员要花一亿，凶悍吧，一亿，啊，因为他是政坛老将，他看也知道，他跟我讲说，哎，这个这个这个好某人呐、啊，他们这样子这样子看这样子抓，因为他们选很多次，你看到这这招开启也也，一亿呀。 在台北市选个市议员花一亿，那那这还得了？那他他当选了，他要怎么赚回来呢？那他花一亿拼，这还没选完哦，就选到现在就花一亿了。我想说，啊啊，那开始被开啊，那你记不记得黄伟哲当时在台南市长的党内出选，黄伟哲、啊、他那时候还没赢呢、啊啊，他那时候还没投靠新潮流啊，所以黄伟哲那时候是其实他在民进党里面比较算没有明确派系的。 王以哲那时候也是抱怨，他说党内初选哦，也有人花一亿。我想这怎么大家都花一亿 <laughs>？我我我就拿拿这两个一亿的例子告诉大家哈、哦。你你说这这种这种制度很好吗？我跟你讲，美国的选举花的钱更更离谱啊！啊，前阵子来的那个那个 Pelosi 有没有？那个佩洛西呀？啊。哦 那现在美国的政坛研研判说，哦，他众议员会连任，但是他议长赢不了啊。那你众议众议员连任之后，你没有办法再当议长，你就变成是所谓的少数党领袖，就是一个阳春的众议员哦。他甘愿吗？好，那目前美国的政坛研判他不甘愿，因为他八十几岁了，他干嘛当个阳春的众议员啊？所以呢，美国的媒体推敲啊，佩洛西可能会交棒给他女儿。 <laughs> 我在看着，在哈哈大笑。哎，好，我们回来讲。所以我跟你讲说，我我举这这个一亿的笑话是告诉大家说，就我们觉得我们的制度很棒啊，可是我们的制度一去别的地方，不见得人家喜欢啊，不见得有用啊。那我们的制度真的很棒吗、啊？我是不晓得棒在哪里啊。选个司议员要花一亿，你吓死人呐、啊！ 唉，我不用讲是谁啊！你在台北大街小巷走一走，你猜也知道是谁。现的，我告卡没了哈。好，那这个苏教授呢？他认为蔡总统哈，苏永清教授他认为蔡总统，他这个去中国化的政策第三个致命错误是什么？第一个我看不懂了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啊，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是让欧陆国家感受威胁的是体制跟价值。好，体制价值不是谁来指牛耳，他们和美国不同。 这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啊、好我再念一遍哈、哦，让欧陆国家感受威胁的是体制价值，不是谁来执牛耳。他们和美国不同，没了。这这这什么意思？我真的看不懂哈、啊。然后第二呢，我们国家定位和政体改革给我们足够空间去世界扮演大陆体制的引路者，完全没有必要卷入美国的霸权保卫战，变成人家的棋子，反而引火上升好，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哈、哦。 苏教授写哈，在文艺如此明确的宪法基础上，公然去中国化；在文艺如此明确的宪法基础上，公然去中国化，这个就是抗中保台、啊、所以我，我我之前我就跟你讲说，我认为蔡总统的抗中保台是违宪的。在这么明确的宪法基础上，他公然去中国化。 宪法的权威这样讲，这不是我讲的，因为我我人为言轻啊，我讲没什么用啊。这是苏永清讲的、啊，在文艺如此明确的宪法基础上，公然的去中国化，那你还要帮蔡总统加油吗？所以各位各位朋友，蔡英文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可是他做的事情不是在保卫中华民国，他在消灭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在这里呀、啊。待会最后一段我会举实际的例子给你听啊。啊，那这个苏永清说，我们已经不是合格的宪政国家。好，我们不是合格，就是说我我们的总统他的执政是偏离国家的定位，他在去中国化。我们不是合格的宪政国家。 那你你如果从台独的立场来看，蔡总统、蔡英文他可能是国母啊，好，如果他一路这样胡搞下去哦，当然他不会成功啊。好，就是台独感觉他是国母，可是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他应该去捍卫这个宪法可如同苏永清教授讲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很难谈啊，也很生硬。那讲林志坚论文简单多了，随便掰一下，大家也很开心啊。 我中午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那个上个礼拜的收视率啊，啊，我看到的不是全部啦，我看到这几天的这个部分的收视率，谈林志坚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比那个谈飞弹的还好啊，大家很喜欢谈林志坚的论文，很喜欢看，我就觉得很很悲哀啊。所以你看各台为什么谈林志坚论文，不是对论文多，是谈论文收视率好、啊。然后电视台的高层他们是不管什么。 是非对他看数字啊，他不管你谈什么题目，哦，收视率好不好？好，We're done, good job 啊，继续。你谈什么题目，发什么来宾，那、哎、就不重要，只要收视率就好了就好了。只要影片能进发烧就好了，只要看的人多，懂内的人多，哇，这个这个这个节目这个时段就成功了、啊。你谈什么不重要，谈谈什么管你谈什么，你只要数字好就好了。 他要的是数字，他要的不是内容啊！他看内容干嘛？你内容再怎么好，数字不好也是没有用啊！因为那些上面的这些哈电视台那些高层，他是不看内容的。你发什么来宾不重要，来宾讲什么也不重要，数字拿上来，数字收视率好的、点阅率高的、净发烧的，那就是好节目。就这样，你谈乌克兰，他不管你谈。 那个解放军演习也不重要，你谈林志坚，他他根本不管你谈什么，他不管你谈什么，他要的是数字啊。那我跟大家谈这么生硬的东东西没有关系的，我们我们谈比较生硬的哈。那这个我就跟你讲，蔡总统他是这个抗中保台，因为抗中保台他是违反宪法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民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都是违宪的啊，只是大家。 比较没有那个概念，就哎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什么主流民意、主流民意你个叉叉啊？啊，那苏永清教授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呢、啊，他说啊，迷失方向的国民党高层啊，要好好检讨其实他在讲朱立伦呐、啊。好，那因为苏永清他的这个他也不会指名道姓的骂啊，迷失方向的国民党高层啊，要好好检讨就是民进党迷失方向的，国民党跟着迷失方向了、啊。 这个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在苏教授的这篇文章里面，他他提到九个公司比较少啊。那我认为就是主，其实最主要就是九个公司的问题了啊。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谈，然后就是啊所谓的去中国化，然后觉得觉得这个抗中保台是什么什么主流命的。就我我是不这么解读，因为我我简单跟各位讲的，二零一八年的高雄市长选举，二零一八年。 韩国瑜已经陈其迈十五万韩国瑜在唯一的一场辩论，他说他支持九个公司，他支持九个公司，最后他赢了十五万，十五万票。可是我不会解读说高雄两百多万的选民是支持九个公司，我不会这样解读我甚至我很公平的讲，我认为韩国瑜的胜选，就是他击败陈其迈十五万票那那场选举，我认为跟九个公司是无关的。好。 那二零一九年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跟习近平的习污点，好让蔡总统捡到枪，好他是整个是死里逃生哦、啊，咸鱼翻身啊。那他先塞住了台独大佬的嘴，然后处理掉戴庆德，再毁灭掉韩国瑜，他赢了。好，那蔡总统的确在二零二零的选战当中，他呼吁各党不要再谈九二共识，因为蔡总统他去扭曲习近平的话。 他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啊”啊，啊啊其实习近平根本没有这样讲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谁讲的？蔡英文自己发明的。但是他为了要胜选，他可以说谎，他都无所谓啊，就无所谓啊。哦，你帮习近平讲话，这话明明就不是习近平讲的。习近平什么时候说过“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啊？可是因为蔡英文他是要去抹红“九二共识”嘛。 他好不容易捡到这一根浮木，他就是一直往死里打。所以，二零一九年的一月二号，习近平早上讲完，下午蔡英文马上开记者会了。这个天赐良机呀、啊，就马上这样子去消费这個。他说：“那对，可是我们就回到这个九个公司。’蔡总统他是不要九个公司的，可是我不认为他拿到八百一十七万票。” 这些投给他的人都不要九个公司，我不会这样解读，因为我觉得这个解读太太廉价了。好、哦，那我觉得应该去看说，在蔡总统执政六年后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第四次的台海危机啊，那这个就是抗中保台的果。你看到的是果，那什么是因呢？因果，因果，因就是这些。来，啊这我们换那个正大的那个表。因就是你长。 常年累月，你六年多累积下来的，你看到的是果。那因是蔡总统种下的，看到这个飞弹危机是个这个是个果哈。好，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这个正大选中心，一九九二年哈，一九九二年他第一次做调查，一九九二年就是九二共识那一年了。正大的这个选中心，他每年都做同样的问题哈。你自认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两者皆是？好，他的问问题是这样子哈。 在一九九二年呢、啊，自认台湾人是十八趴，十八趴，啊，在二零二一年呢、啊，就是去年公布的呢，你自认你是台湾人是六十二趴，从十八趴变成六十二趴，啊，那今年公布呢是六十四趴，好，从六十二变六十四，这六十四趴，哈，好，那在这个同样的这个题目，哈，你在一九九二年，你自认你是中国人的。 一九九二年，你自认你是中国人是二十六趴，比台湾人还多。自认台湾人当年只有十八趴，自认你是中国人是二十六趴，在一九九二年三十年前的时候啊。那到了去年呢，你自认你是中国人的是二点八趴，二点八趴，从二十六趴变成二点八趴啊。到了今年呢，剩下二点四趴，它、啊、再往下降一点 从二点八变成二点四啊，好，那再来，你认为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两者皆是的呢？一九九二年是四十六趴，我认为我两个都是，好，四十六趴，好，到了去年呢，剩下三十二趴，好，到了今年呢，剩下三十趴，所以它就再这又再往下降一点哈。那你这个这个，哎、欸，阿、啊、志，我们换另外一张，换那个趋势图给大家看哈，就是。 它这个趋势，它是长期的，它是做了三十年的民调，所以我说它这个民调，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民调能出其右啊，哈、哦，能够做三十年这样长期，每一年都做这样的调，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它是一个一个一个走势啊，好、哦，他认同比例的悬殊哈、哦，就可以我的解读是说，你看到这样它，它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因果因果，你看到的是果。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果，那因是三十年前就种下。三十年前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你你克刚从李登这个这个陈水扁那时候一改改到现在，你二十几年没改了。你二十几年那马英九那八年你你没给他改回来，你这整个认同就是这样子啊！连国民党都不太不太讲中华民国啊。就是台湾台湾台湾，就一直起起就就就、欸、我们的国家是台湾啊。 中华民国简称是什么？台湾呢、啊？甚至很多人不晓得我们的国名叫中华民國，以我们的国名叫台湾、啊、那你这个认同比例这么悬殊，我跟各位的解读就我的解读，那就没有所谓的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是什么？就是在马英九的那个那八年，他至少是九二共识嘛，不统不独不武嘛。在那八年，在马英九的国民党的完全执政之下。 马英九对大陆的这个整个政策跟他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的维持现状是勉强还可以存在的。好，可是呢，你从这个曲线图看，马英九执政那八年，其实它的曲线是没有变的，趋势是没有变的，只是幅度的高低而已啊，变化的那个这个这个啊、哦，高低的差别而已啊。好，但是现在是蔡英文当总统，蔡总统已经当了六年，六年多了。 那蔡总统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啊，那又在玩抗中保台，所以我认为已经没有维持现状了。所以你不要每次民调当其他人做民调，你你你要维持现状，没有没有现状啊。当认同的比例这么悬殊，你觉得还有还有现状可以维持吗？我认为是没有现状可以维。所以各位朋友，当没有现状可以维持的时候，我们剩下的选项是什么？ 维持现状，我我认为是一个逃避啊，是一种缓兵之计、啊，是一种偏安的心态啊！哎、欸，你不要同意我，我也不要同意你、啊，我们就就维持现状。你你长久以来维持现状，一直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但你看这个图，已经没有现状可以维持了。 我是 Penny 戴佩妮。多快天真又浪漫的偶像剧呀，感谢真实又纯属虚构的研发。飞碟 n e t w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飞碟 <music> 晚餐，我是陈辉文，今天是八月十五啊，这个国历的八月十五。 昨天呢是八一四空军节哈，在蔡总统的脸书啊，纪念空军节，你看到这个这个脸书的梗图哈，因为我们蔡总统是脸书治国了，那他的脸书呢，偶尔会谈谈国防，偶尔谈谈民进党的党务啊，那谈谈疫苗什么，他就乱七八糟，那他就他都把它混在一起了，好，反正这个全家就是你家啊，国家就是你家，是党政不分到这个地步哈。 基本上，我对蔡总统的评价一直是不高啊。哈。好，那为什么会有空军节的由来？哈，这当然要讲到这个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的这个笕桥空战哈。那所以蔡总统的这个脸书，就是国民党，我我我刚讲到这个这个苏永清教授认为国民党的高层，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整个台湾人中国人的这个认同的这个变化哈，就是。 蔡总统他做的事情是，我认为啦，我认为是违反宪法的。也谢谢苏永清教授，因为这个是苏永清的教授，他的大作是昨天。我我我说蔡总统违宪，我已经讲了很久了。这里我们，但是我讲不重要哈。你看宪法权威也这样讲哈。我我的我要跟各位强调一说，当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是错的。你看这句话我讲多久了？他领导国家方向是错的。 我们就需要一个拨乱反正的力量、啊、那国民党不去扮演这个角色，国民党还去跟着蔡总统的脚步去走，所以这个是我我最不甘愿的地方在这里啊！我认为朱立伦的路线绝对是错了、啊，那我很难用选举的这个输赢哦，譬如说这个台北啦，或者全国。 二十二县市的这个县市长的这个输赢，我我这样讲，我比较抱歉。就算国民党今年年底赢了，我还是认为朱立伦的路线是错了。蔡英文他二零二零八百一十七万票赢了总统大选，我还是认为他是肮脏的。我我我觉得我不应该用选举的胜负啊，那那你不要用选举的胜负。 你要怎么去评断他的路线正确与否？这是一个很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你没有你像棒球或足球，他就是你你得几分谁就赢谁就输嘛。那譬如说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因为因为他选举赢了，所以就对嘛？朱立伦领导国民党的方向，因为选举他赢或输，就决定他的路线对或不对嘛。我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看呢、啊。 好，这有这有点这个绕口令哈，这个请大家再想一想了哈。那我们回到这个八一式空军节哈，这个讲到这个民国二十六年哈，一九三七年的这个那时候哈、啊，这个我们在笕桥哈那边的这个空战哈，那迎战日本的这个空军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空军当时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啊，就是高志航哈，那这个领军这个迎敌哈。 好，所以以前我们一个国拼叫橋《笕桥英烈传》，好讲的就是当年的这个空战哈。那我们在这个空战我们获胜好，所以呢，在民国二十九年哈，就是一九四零年呐，啊，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颁定说这个八一四啊，好就是笕桥空战那一天啊，就八一四空军节的由来是这样。好，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开始啊，每一年的这个八一四都是空军节了哈。 那我们看吼，这个蔡总统他讲中华民国台湾七十年了，他之前不是讲中华民国台湾七十年？他去年的国庆大概讲中华民国来台湾七十二年啊，那七十年也好，七十二年也好，可是这个笕桥的空战是八十五年前了、啊。蔡总统这要怎么解释呢？那这个不就是你国民党应该去质疑的地方吗？ 威宝怎么会去跑去帮蔡总统加油呢？怎么去认同蔡总统他毁线的路线？然后国民党还跟着走，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不能接受的地方。在这個、这个跟什么蓝啊、绿啊、统独啊什么，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路线是错的，蔡总统领导的方向就是往乌克兰跟香港的方向去走啊。 所以他讲中华民国台湾七十年那是不成立的，你你光看，笕桥的这个空战大捷就是八十五年前的事情，那怎么会是七十年呢、啊？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切割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从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之前的，你一刀切，通通都不要，通通都不认同。那我我不是理很理解，就是说民进党要搞台独，民进党不认同，那国民党也不认同，那国民党在干什么呢？ 国民党也要台独嘛？啊，你你你看，你看当年哦，当年这个高志航啊，他的名言哦，他说：“身为中华民国空军啊，不能让敌人飞在我们头上啊！身为中华民国空军，不能让敌人飞在我们头上。”所以我们有多少的空军弟兄为国捐躯啊？ 我很敬佩这个张延廷将军，他除了 I D F，他什么飞机都飞过。他是空军的副司令退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说，我在 T V B 是电梯遇到他，啊、哦，然后就两个在闲聊啊，在从从停车场搭电梯上来。他说他去新店碧潭，我还以为他住那里，他说不是啊，他去新店碧潭的空军公墓啊，去看他的同学们 他的同期、同期同学有有一堆人躺在那里啊，在空军公墓啊！啊各位朋友，你你看到现在是东风的飞弹、东风的导弹都飞过我们头顶上了、啊，我们蓝绿跟草野在吵的是论文呢、啊。 然后大家看论文，收视率好好棒棒哦，看论文那叫触鼻啊呢！内、哦、侯林之间退选的换郑运鹏，大家讨论的兴高采烈啊！飞弹都飞过，这是解放军的飞弹第一次飞过我们台湾上空，然后大家无感啊！哎，你你再回头去看看，去想想高志航当年讲的话：身为中华民国空军，不能让敌人飞在我们头上啊！ 现在人家，人家的东风导弹都是飞过去的，我们还这样子啊？哎，这炒炒论文嘛，炒选举啊？那国家都太都快亡了，谁当选是有什么有什么差别嘛？就是我我们觉得，我们我们把大陆对我们的这个文攻武赫的威胁看得太轻了、啊。 那觉得他不会打过来，打过来后美国在，美国不会管你的、啊。美美国在管香港吗？美国在管阿富汗吗？美国在管乌克兰吗？没有啊，那美国怎么会管你呢？你相信那几个美国参众议来，他来来不到一天，问个导游蘸个酱油又跑了，你觉得那有什么用呢？都没有用啊！我就跟你讲，包括裴洛西在内，这些美国参众议们不要再来了啦！你们到底来干嘛？你你你来一天。 总统府走一走，立法院走一走，这样走马看花，你是能看到什么？你什么都看不到啊！你是美国的参众议员，你关心的是美国的利益，不要假装你爱台湾呐、啊！哎，来，我给大家看这个蔡总统啊，他上个礼拜啊，在这个宣导这个，我给大家听他当时讲什么哈？真。 有人抗议，我先把这样，就是他在宣导十八岁公民权，然后有人抗议。你看蔡总统面对抗议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哈，你听听看，来，拜托，这一次九百六十五万张票，我们九百六十五万张票，我再讲一遍，是我们这一次共同的责责任，共同的工作，好，大家说好不好？ 可以可，以请你们，呃，你们已经表示过了，哎哎哎可以出场了。谢谢啊！我们现在喊加油，啊、謝謝我们为总统加油，总统，总统加油。加油这个就是蔡总统啊，很少人有人播，也很少人谈啊，大家比较喜欢谈论文，我不知道谈论文干什么。这些是统促党的，没有错啊。 统促党不能抗议吗？他抗议什么？他也没有攻击蔡总统。蔡总统，你不要挑衅中国大陆啊！可蔡总统态度，哎，你们你表达过，你们可以出场了。让让话不能声呢？以前马总统是什么？不准驱离。马总统要求国安特勤不准动这些抗议的民众，让他们讲好讲满了、啊 现场的司仪，这为了盖盖掉那个声音啊，我们就喊总统加油。台式的导播还把讯号给切了。就是就是、台式的导播行不你再听一次哦、喔，来，拜托，这一次九百六十五万张票，我们九百六十五万张票，我再讲一遍，是我们这一次共同的。 责责任纵横的工作好，大家说好不好？可以可以，请你们呃，你们已经表示过了，可以出场了。谢谢、啊，我们现在喊加油，啊、謝謝我们为总统加油，统总统加油。加油这就是蔡英文啊，呃，你们已经表示过了，你们可以出场了。 很久没有播了，你你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这个昏庸的人他讲什么的？來來有一次我到有一个地方，因为早去了，就站在那里呃等啊、哦，那就有人很好心的跟我讲说：“哎、欸，你看看窗外的那些风景嘛，哈、哦。”这样因为在等，那我就到窗外看了一下风景以後，后我看了一眼我就走回来了。那他们说有什么看一眼就走回来？我说没什么好看的，外面站的都是警察。 你 <laughs> 讲一句实在话，北京不用太担心了、啊，因为目前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就是就是这么昏庸的人了、啊，他把他拿把他当成笑话在讲啊。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很很艰涩难懂的苏永清教授的这个文章啊，我,我当然各位相信我，我已经尽尽量的口语化了哈、哦。 其实，苏永清他当过大法官，当过司法院的副院长，他想要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跟中华民国的体制，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阿志，我们给宪法这一章哈，你你你,你，各位朋友，你你看，我们去保护这个宪法都来不及的，竟然有人要去修这个宪法。那呼应要去修这个宪法的，竟然是蒋万安了，啊，朱立伦了、啊。 朱立伦好歹要求蔡总统道歉，一下子公投绑大选，一下子又不用绑大选，都是你民进党说了算。朱立伦要求蔡总统要道歉我是比较苛刻，我要求民进党把公投法修回来，因为你不绑大选，公投都过不了。我要求把公投法改回来。朱立伦要求蔡总统要道歉。蒋万安说：“我要去领公投票。” 蒋完你是个叉叉、啊，啊，写什么书啊？真的是叉叉，他连叫蔡总统道歉的勇气都没有，他跟着民进党去玩修宪啊。党主席要求蔡总统道歉，蒋万仁说我要去领这个票，我呼吁大家去领这个票。嗯和选举同时举行的还有十八岁公民权的修宪否决。 这是民进党最早提出的主张，现在终于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有机会能够入宪。民进党坚定支持这项长久以来的主张，这一次让我们民主前进挺十八。朱立伦、侯友谊、蒋万安呢、啊？啊、哦，还有一些民进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叉叉，就你要听蔡英文的话就对了。 你不听苏永清的，你要去听蔡英文的，然后去动这个宪法，去改这个十八岁公民权。我就跟你讲说，它不是一个案子，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案子，人家后面准备的，人家独派都跟你讲说，我们要制定新宪法的，你还在那跟他跟他们修宪，修宪这个是温水煮青蛙的前菜，他真正的是要把这个整个中华民国给它废掉，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选都选不赢了，就你就已经举手投票都输人家了。媒体、民进党这秋风扫落叶，几乎一面倒了，就已经选到这个地步了。就还有人去帮蔡总统加油，加 <laughs> 到底蔡总統需要的不是加油啊？各位朋友，帮蔡总统加油擦脂抹粉的太多啦。 当你看到来，再回到那个舒淇跟那个帅将军那个，当舒淇都叫台湾人要醒一醒的，当帅将军都跟你讲说台湾时间不多了，我我我们到底是还有什么本钱内耗跟空转啊？啊！<laughs> 我我我觉得我的猜想是对的，我猜想当年的香港，当年的乌克兰，应该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能再这样子。可是他这 <laughs>，各位朋友，谢谢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来听这个没有论文的节目，好不好？明天我们会继续谈啊，再见。